眼下的情形是敌强我弱，根据上级的命令，咱八路军的主力已经向南移动，咱们边区支队呢也只能暂时留在水泊洼休整扩编。你目前的任务就是安心养伤，争取早日康复。大刀队暂时全部转入地下，不要有任何公开行动。 政委，那些汉奸还除吗？暂时先缓一缓，先收集情报，不动手。你知道吗？现在咱们最重要的是要保存我们的实力，等日后机会来了。
咱一起收拾他们。 玉茹，俺跟永生商量过了，你还得先留在这儿。永生病得不轻，你还能替俺多照顾照顾他。替你？他是俺哥，俺本来就应该照顾他。你还是好好想想你应该干啥吧。玉茹，你说这话合适吗？咱俩是两口子啊。家夫人。 怎么解释？你们两个，给俺过来！门老头的人头，啥时候被人给换了？他是他，你，明明就是你！闭嘴！ 老七啊，人头已经被换了，啊，就不要再难为兄弟了啊！牢牢的！老八，太君还没问话呢，你怎么把人家给弄死了？听家的，你少他娘的煽风点火！俺出发，俺自己的手下，关你屁事啊！ 再怎么说，俺也是县长，俺也是司令。老八，在太君面前不得无礼，把枪收起来。薛先生，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给我查清楚。是。 赶紧把弟兄们的尸体收拾了。1939年末，日军主力返回，鲁北抗日形势急转直下。刚刚建立起来的涝陵、庆云、宁津等县城根据地重新失去。 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实施杀光、烧光、抢光的三光政策，残酷屠杀和镇压抗日民众。宁津大地上，鬼子的封锁沟纵横交错，炮楼林立。集土匪和秸秆汉奸于一身的缺氏兄弟，疯狂屠杀百姓。 得到石黑的赏识，给我往死里打！既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白眼狼，却受到冷落，只能在县城里无聊的打发时光。王老头当上了皇家镇有名无实的保长，在强悍的缺霸贵面前，感到十分憋屈。 在黄大善人和一众乡绅的保荐下，薛七荣从宁安寨撤了兵。宁安寨的乡亲们陆陆续续返回了家里，王老头却被薛八贵指派管理宁安寨。王老头自己不敢来，派了老马成为宁安寨的新保长。
梁永生在地洞里继续养伤，遵照上级指示，指导着昼伏夜出的锄奸队，连续除掉了孙阎王等一批恶霸汉奸，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。万良民政喽！万良民政喽！马保长，你吆喝的啥？万良民政，上哪去办？就在村口戏台子底下。村口戏台？哎，看热闹去！啊，赶紧去吧，人挺多的，都去吧，啊，看看去。来，走。哎，王叔，万良民政喽！万良民政喽！哎，马保长，办啥？哦，办良民政，山子。啥叫良民证啊？哎，这是日本人发明的玩意儿，说是在户籍的人都得办，不办不中。恐怕不中，以后啊，进城走亲访友、过封锁沟、关卡什么的，都得靠良民证，没有证的一律抓起来。啊啊！办良民证喽！这是什么鬼啊？脱离亲属关系的声明才给办证呢。俺不签，腿长在俺自己身上，俺还用听鬼子的？可要不办呢，以后这连门都出不去了。哥，你啥想法？婶子说的对，办吧。要不办，这不等于困住自己的脚了吗？你想啥嘞？要是办那个证，俺就得跟你签脱离关系声明，咱俩啥关系啊？咱俩两口子呀。对呀，俺要跟你签了脱离关系声明，那不等于让俺杨翠花休了你梁永生了？那是办张纸说休就休的吗？那你们男人休妻，不就是弄张纸写上谁谁谁和谁谁谁从此再也没有关系了吗？俺不签。哎呀，那都是骗鬼子的东西。婶子，老马是保长，也是咱自己人，咱不能让别人为难。咱签了吧。咱签了，这王老头他就会觉得这个保长还能压得住这个宁安寨，这小鬼子汉奸才能放心，这乡亲们才能安全，不对吗？嗯，妹子，签这个声明不会影响你和夫人的关系吧？影响啥？俺是你妹子，咋说都是反日分子家属。那就签，左右都是反日分子家属，左右都得签。签了，你们还能自由的进出，多好。要不这样，你带个头吧，好不好？为啥要俺带头啊？这个，因为你去过青岛啊啊，你去过那么大的城市，你见识的也多，对不对？啊，也是。再说了，夫人她大大小小，他也算是个领导，你作为领导的家属，你带个头，起到个表率作用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你说对不对？嗯，俺听哥的，哥说啥就是啥。俺也是领导家属，俺也去签。嗯，
你们办的这是啥事儿啊？以后出门还得带证。哎，俺下地干活也得带证，俺把证搁到哪儿？汗水踏实呢咋呢？就是中国几千年谁当皇帝也没说出门要带纸啊。就是嚷啥呢嚷啥呢嚷啥呢，这是太君让办的，我也没办法啊。各位老少乡亲啊，这个是日本人交办的事情啊，老朱啊也不容易，大家就别难为他了啊，拜托各位。真是啊，你以为我愿意干这事儿啊？冲我嚷啥呢？真是马保长，你这是替谁说话呢？以前何保长都是替乡亲们说话，大家说是不是啊？就是，乡亲们，就是，乡亲们，让他滚蛋，让他滚蛋，让他滚蛋！乡亲们，我这也是办的。大家伙都别难为马保长，自从这何保长走了之后，咱宁安寨就再没个保长，谁家生个孩子报个户籍啥的，就没人做主。哎呀，这姓马的可是老王头派来的，咱不能认他。那认谁啊？让三哥当保长，县府能同意不？你们不认马保长，那白眼狼换了八拉四来当保长，你们能认不？老姐姐，你的意思是给他个面子？给，人心换人心，咱不难为马保长，马保长也会替咱大伙办事的。一定会的，哎，一定会。俺先办。你叫啥？门玉如。门？你是门叔海归呢？是。你男人叫啥？贾夫人。贾夫人是八路。那你是反日分子亲属？俺连他人影都见不着，什么家属不家属的？太君有规定，所有的反日分子亲属要签一个声明，脱离与反日分子的关系。我给你念一下啊。不用念，俺签。来，签哪儿？在这儿。好，在这边领个单子照相去，良民证上要贴上本人相片。啊，来下一个。玉茹也办了，要不咱也办吧？办吧办吧，玉茹肯定问过他哥。中，咱就办了吧。下一个，你叫啥？杨翠花。是这仨字不是？俺不认识字儿，俺就知道杨是杨树的杨，翠是翠绿的翠，花是花花草草的花。啊，那就对了。多大年龄？俺属虎。属虎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哎，俺不用签那个啥声明。你男人是？梁永生。签，这个得签。哎，在这儿。按个手印吧。好，在这儿领单子照相吧。哎，那啥，俺还得再办一个。给谁办啊？不是，得本人来。本人来，我核对了以后再给他登记。在这儿呢。哎，你这是？俺虽然不知道他是男孩还是女孩，但敢担保他肯定是个良民。你给俺再办一个呗。这样，你先去照相，等孩子出生了以后，我再给他办，啊。来下一个。哎，来来来，都过来排队吧，啊。俺在哪儿去啊？哎呦，闺女闺女，你胆子也太大了呀！咋了，三婶儿？哎呦，你可别站在那个大眼睛的前头啊！俺可听人家说了，那东西啊，能把人家魂勾走了，还能吸人家的血嘞。三婶儿，
你这又是听谁瞎说的？没事儿。哎，那太阳底下都有影了，那甭管影子在哪边呢，那总跟人连着。你看那玩意儿，把人一下就弄到纸片上了，那不是给魂勾走了？那人是咋弄上去的嘞？在青岛，俺看见满大街照相馆，那外头贴着都是大照片，俺也没见谁的魂被勾走啊。没事儿。你们照不照啊？照照。站着照还是坐着照啊？坐着。啊。眼睛别斜着，看俺。不是，你躲黑布里面，俺也看不见你呀。俺就是镜头，镜头就是俺，看这儿啊。哦。一二三，好了，这就好了。嗯。哎呀，姐，你没事吧？你还认得俺是谁不？俺没事儿。于谦，你咋学的也跟老娘们似的？俺这不好好在这站着吗？下一个。嫂子，你先照还是俺先照？俺照。廖永生，俺可告诉你，那声明是你让俺签的，以后你可不许拿这事儿赶俺走。俺杨翠花啥时候都是你媳妇儿。那当然了，你现在怀的俺的儿，你想走俺还不让你走呢。真的？俺要是有半句假话，俺出门就让。有你这句话就行了。你也是。那老马是组织上派来的自己人。你不说给人家帮忙，老去折腾人家，给人家找麻烦。俺是折腾那些办良民证的人，俺觉得给鬼子办事儿都没好人。这老马是啥人？俺开始跟你想的一样，俺也觉得帮鬼子办事没一个好人。可自从俺认识了沈万全，俺就不再这么想了。沈万全，就是那个帮着玉茹和锁柱弄回门书失手的那个人。嗯。要没有老沈，俺和玉茹妹子这条命就全扔在城里了。永生，你和玉茹妹子进城在哪里住的呀？老沈家呀。那你们俩是睡一个房还是两个房？你啥意思啊？俺问问咋了？你要不敢说，俺就去问玉茹妹子去。有啥不敢说的？那你说，你们俩是咋睡的？俺是，俺总不能让俺妹子跟沈万全一个屋吧？那这么说，你跟玉茹睡一个屋子？啊，俺俩从小就睡一个炕上。可现在玉茹妹子嫁人了，你也娶了俺，你们俩再睡一起，你觉得中吗？你咋不跟沈万全住一个屋嘞？对啊，俺当时怎么不跟老沈一个屋？廖永生，俺看出来了，你就是拿俺当三岁孩子哄。不是，你别吵啊！俺想起来了，是误会了，老沈误会俺俩是两口子，才让俺俩睡在一个屋。你和玉茹扮两口子？不是扮，是误会了，他以为俺俩是两口子。那你心里一定是乐开花了吧？乐晕头了吧都？反正俺心里没鬼。你心里要是没有鬼，俺头倒过来走。俺问你，那一后啥？你们俩抱了没？你胡说，俺抱什么了？俺问你抱了没？哎，你别这样啊，对孩子不好啊。梁永生，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，你吃着锅里的，看着碗里的。哎，你咋了？算了。俺今天不问你了，以后要是再不老实，俺再找你算账。俺去给你弄点吃的去。哼，俺这个县长当的就像风箱里的耗子，两头受气啊。老爷，别再生气了。
俺知道你心情不好，管仲陪你出去走走。管仲也不会说话，如果四哥在的话就好了，也能让老爷高兴高兴。管仲兄弟，老话讲天上龙肉地下驴肉，咱们去薄店找事儿吃驴肉去。荣生，你们几个的良民证，我得找老朱想办法，实在不行咱就办假证。上级这步棋算是走对了，让你来当这个保长，等于往俺们头上加了只保护伞。王老头现在干啥呢？王老头现在不如以前了，被欺负的不行，找石黑帮啊，石黑也不搭理他，但是他老来打听你们的事儿，也不知道啥意思。那就是个墙头草，风往哪边吹，他往哪边倒。不过他知道害怕了，也是个好事儿。眼下闹得最凶的是瘸八贵，前一阵又在王庄杀了几个抗日群众。俺这一枪的账还没跟他算呢，还有门叔、婶子呢。这个汉奸不除，天理难容啊！等俺好了，先弄了这个瘸八贵。白眼狼现在有啥动静？现在没人听他的。石黑啊，成天逼着他去上任，估计啊，在县城赖不住。你再帮我打听个人，冲田新八。对，他杀的门叔。哥，你要是再跟他比武的时候，可千万不能心软了，直接在台上劈了他。说的容易，现在要是想劈他，得好好练一阵才行。好，俺正琢磨这事儿，过几天啊，把你们转移到树林里。这树林里空气好，又适合养病，你又可以练刀。行。这可咋办呢？娘，要不俺去看看谁家还有粮食，匀一点给咱们。永生的伤口刚长上，光吃粮食也不成啊。有粮食就不错了。这哪儿去弄油水去啊？俺就是想给永生哥补补身子，可眼下没法子呀。娘，要不咱把地给卖了吧？那几亩薄地都卖了，那以后吃啥喝啥？娘再想想法子。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当初贾夫人占着龙潭街的时候，让玉茹跟他要些首饰啥的，现在也能拿出来换些钱用用。是，娘倒想起个事儿呢，等着。哥，这么晚了，你咋又来了？俺在俺爹的密室找到了这个。你进密室了？自从俺爹走后，俺一直不敢进去。总觉得俺爹还在里面，今天也不知咋的了，俺就想进去看看。这里面东西俺都看过了，是俺爹没修完的刀谱，以后啊，就由哥来修吧。这是你皇家祖上给皇上护镖有功，皇上赏赐的，是你皇家的镇家之宝。祖宗说了，世世代代留给长子娶媳妇儿的时候，你爹去世的时候把他留给我，让我留给我的孙子。现在你娘没本事，留不住了。
现在娘把他给你，你琢磨着是留给你将来的儿子，还是把他卖了换点鸡鸭鱼肉啥的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娘，俺留给俺哥了，俺哥的病能早一天好，俺们就可以早一天把鬼子赶出去。二愣啊，说话识大理喽，谁说俺儿子愣了？要卖也得找个好主，别卖瞎喽。现在玉谦儿、你翠花嫂子，还有玉茹都有了身子，光吃糠咽菜也不成啊。卖了吧。放心吧，娘，俺多卖两个钱儿。慢着点哈。知道了，娘。别丢喽。老爷，哎，你来宝店了？嗯，俺让你来了多少回呀、啊？你就不来呀、啊？你还回家的时候呢，你就把俺赶回来。你知道俺回来以后啊，茶不思，饭不想，俺是连小妮儿俺都不找啊。老爷，你知道不？俺今天还没睡醒的时候啊，俺就听着那个喜鹊呀、啊，就叽叽喳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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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就一个劲儿的叫啊。俺就想这是啥好事啊？俺老爷你就来了。你不让俺进去。老爷请啊。关叔，咱老爷咋来了？四哥啊，老爷在县府里待着心烦，俺也劝不了他。老爷说想你了，俺也想你了，所以就来了。快进，有驴鞭先弄着啊。听没有，驴鞭就一根了，驴肉俺管够啊。走啊。哎，好，走走走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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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林人字画喽，先生您看一看这个。林人字画了，哎，这个看看了。哦，先生，哎，您好眼力啊！您看看这个，哎，是啊是啊是啊，这个是很有名的，真静。这是上那个谁啊？你看看这值多少钱？哎，您看这个。假货，不值钱。假的，俺娘说是传家宝啊！你睁开你两个眼睛，好好看看。哎呀，俺看你是急着用钱。这样吧，半块大洋，歪不歪？半块，哎，一块大洋，一块大洋。俺看你快疯了，你才是假的。哎，来了，看看这个，值多少钱？你这是真的吗？肯定是真的，传家宝。嗯，行くと、あまおついたら。卖多少？五块大洋。你这东西倒是好东西，但是你看我这一摊也值不了五块钱。你别说这个了，包括这所有的摊都值不了五块钱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两块，咋样？两块不行。太君。那边的桌子，大大你好。嗯，真值不了那么多钱。三块大洋俺就给你了。嗯，哟西，哎，你干啥呢？那黄二愣，你不认识？认识啊，那也不能卖给日本人呐。他一身蛮力气，咱们两个。弄不了他，让日本人弄他，咱回去找八爷婶，就能捋出线头来。这小子没事不会来卖家传宝器，
我看呀，八成与梁永生受伤有关系。哎，你得这个，我抵押了。哎，你赶紧回去报告法医，俺跟他了，快走吧！过来，快点！二狗子，快过来，过来，走啊！哦，快走，快走！这个快走，快走！这个剧怎么办？不要钱，不要钱！要钱不要命啊！走命啊！哎呦，这边哎，找钱！过来，过来，找钱啊！别挡着我！快走啊你！华愣提着两只鸡进了寨子，保准是梁永生在里面养伤，肯定。梁永生啊，梁永生，哼，你可真够贼的，叫一帮人在外面点呼啊，自己躲进寨子养伤。今天就是挖地三尺，俺要弄死梁永生，赶走。快呀，跟上！婶子，俺伤都好了，这鸡汤你给他们三个女人喝吧。啊，他们还有，俺不信。现在你能吃上什么俺不知道吗？你家里还有什么嚼果自己都吃不上了？你看你最近都瘦成啥样了，俺这个汤喝不下去。哎呀，永生啊，你看看你自己都瘦成啥样了，你这伤没养好，还有高烧不退，你再不吃点好的，你想一辈子躺着地洞里让人伺候啊？听婶子的，你好上吃好上喝，养好身子去打鬼子给乡亲们报仇，那才是针对婶子好呢。这鸡呀，是俺家二愣舍了命从黄家镇集上弄的，你要是不喝啊，他们更不喝。俺喝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娘，二鬼子又来了。这帮爱签到的。二愣啊，你在下边陪着你永生哥，俺去对付他们。婶子，小心点啊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小心点儿。你也来了。哎，干啥？干啥？八爷，俺是这个保长，俺寻思着让大家伙出来伺候您。伺候俺呢？你要敢再叨叨，俺就弄死你，听见没有？有人吗？有人在吗？哎，婶子，军爷来了。又来了。老婆子，咱们又见面了。梁永生藏在哪儿啊？啥？哎呦，
我一个孤老婆子，我哪知道蓝永生在哪儿？